甲各位乡亲报告，各位乡亲时代，您手头这张选票，不是代表一票尔，您手头这张选票，一票会当抵咧365票，因为全台湾所有的乡亲都希望咱这届大家乡亲会当用您这票来表达台湾人民对马政府的愤怒，你讲对不对？亲爱的乡亲士大，外口风也尔大，雨也尔大，啥物咱大家甘愿坐咧遮，坐咧听人演讲？因为咱对台湾的民主也有希望，因为咱希望即届大家的乡长的选举会当有一个好结果。若是讲马英九这个政府做甲安尼民不聊生，若是即届咱有法度用即届大家乡长的选举，或者教训。